里面安葬的或者其他的东西杂物，看它是怎么飘起来。搞个铁的，搞个铁的，搞个铁，随便铁块丢一块，看它是怎么样。不加那个工地的黄铜。嗯，确实的。你这条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材质？我们这个是铜，也是黄铜。也是黄铜，它不溶啊。时间短一点的话，它不溶啊。不溶啊，就这么多吧。你刚才那个铜啊，你是有大概一公斤吗？你拿去称了是吧？没有，没有称，这个也溶掉了。